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樊峰。那么今天我看这个游戏很像尼尔自动人形，我就进来了，真的很像，我的天呐、啊，很像尼尔诶，真的很像我靠，真的是尼尔自动人形，完了。绝对有借鉴，还说绝对有借鉴，根本就是模仿。不是我在说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人物的角色非常像《空洞骑士》的那个主角？真的不是我在说，很像。不是我在说，其实蛮好玩的。没想到翻游翻翻个想想那个翻个粪更翻到一个这么好玩的游戏。看这张脸，怎么这一看就是艾米尔啊？杀不掉啊！哇，开始有这个边缘。没关的血都会再补回来。我们也挥不到。哎呦哎呦，哦，很痛呢。哦，好险！要不是因为它是用键盘操控的话，我玩起来可能会更顺手。时间要到了，yes。有点难闪了。继续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连那个音效都是一样的，设计音效都一样的。我这艾米尔很凶的，哦，旁边这只更凶。哇！过了。会躲在这后面可以。就这种关卡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！他该不会有到 level 99吧？那这样不是很难？自撞死亡。
25。Yes， 26。27。靠，这个根本艾米尔，根本艾米尔，我天！人家速度极快。让我改个音乐。28。中间那个艾米尔有点烦哦，一直在旁边射。杀掉 boss 就好了。哦，这有点。哇！30。哇！哇！下面先打好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就怕你没有哦。嘿嘿，我就不过去，我就是在旁边龟缩，怎样？你又不会冲过来打我，呵呵。好了，换上面的。还有点时间，最后一只。哦，结束了，就这样。结局 B 啊？这有分结局吗？To be complete 结局 B， 笑死！啊，这样就没了。啊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。一个小游戏，没想到我想说翻个粪便来玩，结果看到这个哦，这个熟悉的样子，感觉好像挺有趣的，然后进来看啊，真的还不错。对，各位，这游戏的名字太难念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念。我只知道它叫 Noir，DNHS， 不知道怎么念后面这一串，还不错，玩起来很像你有自动人形的骇入那个时候。黑色这个，我靠，黑色这个太硬了吧。黑色是硬核的，哇靠！不过打红比较痛，就很像 A2 的感觉。看看会把它打完，本来想说这样就结束了，他还会扣血，我们在打的时候还会扣血。只有用剑挥到的时候才会回血。硬核游戏吧，哇，
速度不够快就 GG。差点 GG， 好，吓死人了。虽然你在砍的时候会回血，但是还是要小心。哎，哦 ，boss 打死掉了。奇怪，我怎么反而觉得这样子比较简单？啊，失败，要先打这个。Yes。我会卡住，哦，够了够了，赞哦，这根本就硬靠，不要跑了，艾米尔，快过来让我打！完了，要死了！哎呦，好险！艾米尔太会跑了。好，一样不用那个打掉旁边，只要打掉 BOSS 就好了。刚好没洗，真是的。是哦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先打下面那只。哇啊！可惜，差一点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完了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哟西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哎呀，真是差一点点！我一直死的原因是因为，但我不想狡辩，但是就是因为，干，我真的很不喜欢用键盘操控这种东西。它的键是说你要按住 X， 变成说是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光是按住这要按住这点就觉得很麻烦。啊，这次应该可以了。可是让我左手超级酸的。按住 X， 然后又要按死，他的 C 不会连发，所以对。因为他 C 不会连发的关系，所以很麻烦，要一直狂按 C 才行。哇，四个艾米尔，
他这个会回血，有点这关反而很比较简单一点。如果他全部是篮球的话，一定是虐爆玩家。好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差你一个，差你一个，别再走了。哎，差你一个小混蛋，手大小。哎呦，干我手很酸呢、欸。别再闹了。啊，这结束没？还没。我靠！先干掉这走了。啊，手指好酸。35，哎呦，哇，很凶呢！哇，他一发我们就死了，我靠！真打也没有，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关，不然不可能那么难。啊。结束了，天啊 ！Thank you for playing A 结局 ，B 结局跟 A 结局合起来有人哦，没想到封面会变哎。好，这个小游戏真的非常的不错，其实蛮算是蛮好玩的，而且蛮认真的。再看一下他有没有多新的，没有，他没有多新的形象。好了，那么今天这款游戏就玩到这边结束了，各位。那么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、哦。那么我是樊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